孙楠和买红妹的恩怨纠葛在几番冲突后已经渐渐平息，如今两人各自过着生活。孙楠与现妻潘蔚超生的女儿也一岁多了，日前就被媒体拍到孙楠一家三口甜蜜回家的一幕，他的小女儿也首次正面曝光。随着孙楠小女儿逐渐长大受到关注，孙楠与前妻买红妹的女儿买宝瑶也已经少女初长成。近某博主曝光买宝瑶的一组近照，照片中的买宝瑶脸型神态与爸爸十分的相像，皮肤白皙，气质文静，微微肉感的小脸十分水灵招人爱。据悉在两人离婚后，根据双方的约定，他们的一儿一女归买红妹抚养，孙楠支付抚养费，孙楠可以随时看望孩子。如今女儿买宝瑶已经13岁了，在北京读小学六年级。宝瑶不但学习好，而且极具表演天赋，能歌善舞，曾荣获学校的优秀小歌手称号。